再来看一下施敏义的问题，伊要问阿宝老师，拄种落去的这高丽菜吼，伊讲高丽菜这模样，敢是着黑腐病？这个问题问对了，答案就出来了，这确实哦，这有诶已经着这个黑腐病哦，你讲即阵啊咧种，其实还蛮热的哦，所以啊，这有已经有诶，那是呢有较空脆啦，是讲咧种有迄个糖加啦，现状吼啊，即阵啊拢真容易着这个黑腐病。那么着黑腐病有一个做上界明显的一个这个啊，这个特征就是讲这叶茎诶，这三角三角哦，这黄诶时阵伊安尼三角三角哦，那么所以即种呢，这个其中这着有一些。有一张，这当然很明显的是这个黑腐病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今年这个北方从今日这种北方热下来了呢，黑腐病就比较不那严重，但是呢，啊，你也细长掉掉，你也去改。控制掉咧，唔当可以散开，吼、哦，安尼起来咧，其实啊，要个有法度来改啊，即、這个控制掉咧，吼，啊，即阵啊，那是钓钓吼，钓钓，咱得用即、這个啊，比如讲像即种加湿铜哦，加湿霉素啊，啊，即、這个物件，那么即种啊是即个保利霉素啊，链式环霉素啊，啊，反正就是即、這个当这抗生素之类的这呢啊，小来改这抓咧，啊，改控制掉咧，哦，卖好个会严。中都不要紧啊！哦，你这啊，这细菌性的这病害的是安尼，你即马卖好严重啊！咱知影，咱甲控制掉，你即马到天气较好，伊即马大起来吼啊！伊个速度伊家己都会产生对这种啊病害的这抗性，但是这温度足悬的吼，一般来讲啊，还是爱靠药啊，甲这些病带掉了也无啊，这个到时阵掉掉。咱伫这个啊咧毒的时阵吼诶。也相战吧吼，啊有诶，伫个心诶，即诶一连安尼操打操打吼，所以为虾米吼，咱常常咧讲，诶，即个高丽菜为虾米背人呢？会比啊挂外药啊较俗？啊，我甲你人背啊清气淡淡啊，啊，照讲应该啊拢无挂外药啊，你是咪表示啊，即、這个继续搞工诶？但是一般啊背人的代表讲啊，即、這個、有可能黑腐病啊，黑腐病即个菜较袂抗接。哦，伊个菜较袂抗拒，不过啊，今麦来天气凉，咱就较唔惊，所以啊，你个转两边啊，即个抗生素之类嘅解解药啊，吼啊，什么霉素、什么霉素这种啊，改控制掉咧，卖互伊更加严重，这是袂好嘅啦，吼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伊只要卖更加严重，啊，伊卖较严重咧，啊，咱就有机会啊。哦，啊，咱等天气凉了，甲伊躲起来，啊，就啊，躲起来就冷下啊。迄阵躲起来啊，这温度个凉凉啊，咧温暑各方面呢啊，都、就是黑腐病，伊咧发展的这速度嘛，足慢的。哦，迄阵影响的足细。哦，这最主要是安尼吼，所以你较紧呢啊，抓这个啊，加湿铜之类的这个药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加湿铜、加湿霉素哈、哦，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的哈、哦。就是讲啊，你一定爱，这是一种细菌性的这病害啊。这个维力霉素哈、哦，这个、当这抗生素、保利霉素哈、哦，保利霉素效果较无遐好哈、哦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个啊还是可以用哈、哦。啊，为人会抓其他的当这哦，比如讲。快得灵啦哈，啊铜快得灵哈，还是讲氢氧化铜。啊，这轮的用都可以哈、哦，啊，最主要的是讲伊个低调嘞，哦，低调嘞，伊袂较严重。哎，长呢大起来啊，这个啊，小块一半叶啊，其实是无啥要紧哦，所以咱就以台球兵哦，你小做这参考哈。哦